人露露黄露子英和蔡凡熙今天出席运动品牌活动，但是因为露露师父黄子佼性丑闻越烧越烈，厂商担心模糊焦点，记者会不受访，却引起媒体暴动。来看一段现场画面。不好意思啊、哦、不好意思，会受伤，会受伤，不好意思，会受伤，会受伤。有跟焦哥联络吗？被问到问题，景仲眉头不回答，现场多次出现推挤冲突，最后他干脆背对镜头躲进电梯里。露露今天出席活动，厂商不给访问时间，记者会结束后又被大批媒体追着跑。推挤冲突过程中，疑似还有摄影大哥鞋子掉落，当场怒吼，场面相当火爆。而面对媒体提问，有和黄子佼联络吗？对于儿少法修法有什么看法？露露都不发一语，迅速低头离去。